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。把我的血献给巫妖王。承载屹立不摇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哎，就是你，帮我把这些东西装好。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。好呀，有个好瓜。新的力量来源了。会终结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哎，就是你，帮我把这些东西装好。Yeah.
孩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。回去按一下身上，明天再来复诊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路上，有个好法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路人，快选，快选择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大自然会透过我的音调发声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快选择！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寒冰剑！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。
我的手牌太多了。那个刚刚中了吗？喝呀，有个喝法。来看看，传说是不是真的？大自然会透过我的音调发声。你没被跟踪吧？快选择。神奇的力量，我来看看传说是不是真的。我输了。
我充满了澎湃的一番力量，好友有个后果，斧头大飞毁灭一切。黑暗夜门，快撤离！别来烦我！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